这个牙齿是不是长歪了？看一下啊，你看这里面长了两颗牙齿啊，你看。我觉得大家评论会说，我这样是不是太像小红帽了？小红帽，你要去拔牙齿了，小红帽。它那个长歪了怎么办？上面也要摇了。上面的也摇了。下面就换了，就要换上面的。对。去拔吧。乐乐，你怕不怕？我觉得你很勇敢的啊，是不是？要是一下子你四颗，你就看你一口牙齿都没有了。这好淡定哦，乐乐，好勇敢，乐乐你。紧张啊！你现在开赛不能不紧张，手大了到时候。还要不买药？不用了吧，一拔就好了。对，一拔就好了，就是我们大人不敢拔而已，就是一下子就好了。两秒钟。好了，哎呀，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回去。嗯，好，牙齿是吧？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要说话了。乐乐，你牙齿怎么样？现在？挺第八一颗，缺了两颗牙，好搞笑呀！那你上面两颗牙齿好像也松了，现在已经掉了两颗了，然后上面如果两颗也掉了，那不是少了四颗牙？不是一个窟窿吗？那怎么办？那是满眼都没有牙齿的，像一个老太婆一样。哦，剪歪了。我剪了一个大大的月饼。那你是要剪那个圆是吗？妈妈到这里了，帮我这样。已经半成品了，等一下我们要搞上这个铁丝挂，搞上一个十字，上面搞上这个筷子就完成，然后点在里面放上蜡烛，点上火就 OK 啦。看到没有，西瓜视频，把这个西瓜视频也剪下来。我们大概现在已经花了20分钟了。你看，我们再把这个西瓜视频粘在这上面，天哪，多好看！你看我们的灯笼做好了，一个是西瓜视频的图案，一个是西瓜视频写的字，您的标志。这个是西瓜视频的标志。我们去买两个蜡烛。今年不行了是吧？买好蜡烛了，我们现在回去。感觉今年街上好冷清，都没有人的，都没有人的。快去看鱼吧！啊，那我不能接。这个。那。那个你就不要接他的。自己做的那个。上去看了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乐乐，你的点好了，乐乐。我喜欢点。一二。这里西瓜视频四个字。去买花去，去买。你没看出来这是西瓜视频的标志？这边有啊，这边有。这是西瓜视频的标志。哎呦，点呀！点完完。慢慢走，等下等。拜拜，小姐。那个漏了。拜拜。快点走啊！这个。这个。这个来。哦。一。快走。
我两口都不到，两口就吃完了。你们那里的猪肉价是多少钱呢？我现在回家吃早餐了，拜拜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做饭是怎么做的。哇，好多虾哟、哦！那是什么了啦？大虾。哇，好大个呀！这个是排骨哎，这个是红烧肉，红烧排骨，红烧肉。哇，这是红烧排骨啊！现在，现在还没煮。乐乐，你知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啊？结婚呐、啊？啊。看那个图片就知道，看那个图片。看那个图片。不讲讲。讲一下吗？有点恶心，怎么会恶心呢？娶老婆的意思啊。这样子啊，那娶老婆是什么意思？结婚的意思。那结婚是什么意思？娶老婆的意思。